伸直来，来来，伸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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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对，我好像也是要睡觉了，想睡觉了，睡觉了，睡觉了哈，来，来来。什么时候？从9点按摩到10点，10点了就可以再接那个做复健。哦，那我先走了哈。啊。他在跟你讲话了，出声音了。奶奶，奶奶。我哥哥走了。他先走了对先去打嘛，10点多出发，刚好去那边嘛。忘记我了。你现在是怎样？我听不懂哎。你们忘记我？忘记我。那怎么来得及？没有啊，去那边是11点哦，不是11点出发哦。你来得及吗？不然要10点先过去。10点多出发刚好，不然他那个人自己是蛮赶的哦，好不好？好就快点哈 ，OK 好。那你要下午再去打也可以啊，怎么样？哦，这个哪里好不好？哦 ，OK 好好。
切这里那里痛，那气节塞这边。哦，脚底下。嗯，哦，这里会痛啊，气节在这边。你这里可以不用油去推这边。嗯。那个是什么点？脚底按摩那个点。这里面是这边，如果以这边穴位来讲，是肝肾脾方面的。哦。这一条三条筋骨。嗯哼。所以这边它有感觉。嗯哼。哦，他这里很有感觉，这个有反应啊。回头练啊啊出来，你看。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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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不行，那就不要。你到月尾的时候，到时候可以怎么去处理？他就是不要嘛。他听到妈妈喊的这种声音啊，他就说不要做。这个主要是让他刺激一下是最重要的。嗯。那这问题是每个人孝顺母亲的那个方法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我们也不能说他不对啊。嗯。啊。啊，这等于是害到自己母亲了。问题是他不了解。问题是他认为说妈妈不要受苦，就这么。这个老是受苦了。嗯。所以他说不要按摩了。因为你推他，我完全说不会痛，那是骗人的。他的穴已经反射去那个地方，气血这个地方嘛。啊，你慢慢你这样摸的话，没什么效果出来。但是你知道，就是有些人就是人是爸爸，对了，对不对？不然有人很喜欢去推拿，可是那个世界上还那个台湾还是很多人不推拿的。对呀，很多，因为他觉得我干嘛去受苦？对不对？确实是要靠吃药的，而且要对人家也是很好，那才吃的。但是问题是，我就是说嘛，每一个子女孝顺父母方式方法不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了，尊重他，但是现在因为是变成这个样子了，来奶奶，我就觉得说我来奶奶不行了，我一定要了解意思了。你看，我现在拉着他一起出力啊，一起动作，拼了。来，妈妈，来，妹妹，来，奶奶，狮子哦，奶奶有没有听？来，看这只脚。记得那个你上次不是有用完了吗？哦，你可以拿出来帮他推啊，如果改天来的话。女儿有买了以后，我哥哥好像带回家了。反正没有在这里了。应该是蛮久的吧，甚至好几个月了。没有，就是一个月吧，一个多月吧。没有，我哥哥是九月初来的。之前我们复健也是可以做。嗯。奶奶。放轻松了奶奶，应该有比较好了哈。你看是不是有比较好？是不是有比较好？嗯，因为有时候他都会很僵硬，嗯，他在处理有点酸的样子，有点对、嗯。奶奶，你放轻松啦，不然他很僵硬。如果你这样，如果有帮助哦。可是他们之前我带我妈妈去做复健，他都可以做，
台脚踏车、嗯、也可以坐那个倾斜床都可以站起来、嗯、可是我后来发现他脚这样丢起来、嗯、我就你那个什么你妈妈她本身其实像这样子的事情啊就是你妈妈她本身也是很僵硬然后连我们就比如说下午两点要量血啊她看到了她就会很紧张可是我妈原来没有这个样子的、嗯、你看我都有做影片我都有做影片没有你在的时候不会这样子的、啊、我在的时候不会这样你们在因为自己人她会比较信任啊、嗯、你妈妈可能会她连睡觉都这样弓着、欸嗯、我有跟你哥讲说啊你妈这样子弓之后有一天啊可能你们不带她去做复健、嗯、不去做复健的她会软缩得很快她现在去做复健我问过了、嗯、他们说下半身我哥哥说不要做她、会痛啊不是因为她的脚已经软缩了、嗯、所以当他们帮她做的时候她很痛对不对她会叫那她哇我哥哥不忍心就没有做所以我问他们说已经很久没有做下半身了、嗯、他会痛对那我说哈那没有做下半身那怎样、嗯、所以我就去想办法就去找这边有一个顾德那个养生的健康按摩院我去找那边、嗯、那他们也因为他那个人跟我讲他说他帮我想过因为我跟他讲我妈这个情形我有一次推我妈妈去那他跟我说他想了以后他觉得如果要做的话他给我两个师傅有一个师傅做循环一个做穴位这样不同的方法这样交叉做会比较好那结果那个时间呢就变成一个师傅只能早上因为他下午他就全部他反正他不方便下午那另外一个师傅他早上不方便他只能下午所以现在就是早上一个师傅下午一个师傅那因为我跟他讲那他时间已经排了他早上已经排了所以这个礼拜呢他只能来礼拜三哦，没关系啊，先做做看，搞不好他因为他们这个做法，他们会帮他按他的那个关节穴道，他就会慢慢就会放松。对，可是要一段时间了、啊，不会马上。每天都要。对。所以我现在就是积极的每天都做，每天都做，每天都做，他可能比较快。哦、嗯。对、嗯、呀。所以现在从放轻松啊。从上个礼拜三开始做的。嗯哎，是礼拜三吗？不是，上礼拜四，应该是上礼拜四，我搞不清楚了。哦，哎，那我要跟他算一算，到底是怎样？因为我都有录影，所以到时候看录影就知道哪一天他有来，这样，因为我记不太清楚。但是因为都有录影，所以就很清楚哪一天来，哪一天没来，这样。好啊，好。哎，那所以现在早上。就是早上是，那我本来的设计说希望说做完了以后哈，帮我看一下，看这边慢，看这边比较出力哦。做完了以后他再去做复健，就比较好做。做复健的时候他们有帮他热敷，有吗？我问你们，因为我没去过，因为之前我去了，他们告诉我说没有办法做，因为妈妈。会叫那我哥说不要那我就说是不是可以先热敷所以那个医师已经写了要先热敷所以我说那个时候你不是天天带他去他们有热敷吗没有那时候不需要啊那时候他都好好的就直接做都不会痛啊也没有叫啊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好 OK 现在他有血了，要热敷。哦，好好。你这应该每天来帮他热敷一下，融化了筋骨。他有感，大家感觉刺激吧？他自然会伸直一下的。这里热敷不太方便，要拿他们的水，让他们的水是从热水啊。他们的热水是从那个那个管路出来的，要流很长的水才开始有热水，不是很不方便。对呀、啊，是很不方便啊！我做了几次，后来就算了。来，
像我要帮他拉这样子，对不对？嗯哼。他要出力，不要出力，奶奶不要出力哦，放轻松哦，放轻松，奶奶放轻松，这个脚放轻松哦，来，伸直，伸直哦，来奶奶伸直，伸直，不要怕哦，来。这边也有两条筋骨，我需要推出去。哇，那你有感觉一下？伸直，奶奶伸直，自己伸直，不要出力哦，他对我出力耶。嗯，会紧张吗？记得每天的发要高用力，要不要这样子，对不对哈？嗯。发尾上动一下，不要完全不动哦。嗯。好的，来，奶奶不要出力哦。啊，他脚底下气很重，气点很重。嗯。怎么看气点很重？我不看，因为这气点我现在很重。啊，来来来，那里面气点到底重不晓得啊？哇，这一坨是气点，很重很重。伸直，奶奶伸直，不要动。来，他都有出力哦，有出力哦，不行哦。来，奶奶，不要出力了。来，伸直，看这边。奶奶，看这边。来，伸直，伸直。这边越不动越糟糕。他都处理了，嗯，来来来，不要出，放轻松。你那个让我弄一点，来，不要出力哦，来放轻松。不要怕，不要怕，推这个地方要推出来，这虎口穴，你就慢慢这样子了。握住，对不对？拖住，把它拖出来，拖出来。它发痛就不能用针子。啊？什么？别的它会痛，你就用把它拖出来就好，用推出来就好。握住，食指跟拇指，这样子，握这样子。来，进去啊！你呀，这个。啊，这样握住啊，先握住，再推出来，很硬嘞。对呀，那慢慢推啊。来，奶奶看这边，奶奶看这边，来，奶奶看这边，看这边。那看，看这边，看小芳这边哦，看小芳这边哦。哦，来，不要出力哦。是啊。不要怕哈，奶奶不要怕哦。
不要怕哦，给你弄好哦。不要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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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怕
他这个会处理，我现在拉着他会叫处理，有点痛，但是他会处理。放轻松，妈妈放轻松。我也是稍微放松一下，他会收回去啊。嗯。所以你做护具的，你有这样子的话，收回去啊。嗯。不要放，不要放。先让你休息一下，看对手。歪一边，因为一直躺那样，它就歪掉了。不要怕哦，来，来，这样子，这不要，你不要一直出力。来，身子来，它一直一边。来来，不要怕，不要怕哈、哦，身子不要怕哈、哦，乖乖的哦，啊，身子哦嘿，不要怕，来，身子来。歪这边，歪这边哈，伸直哈，伸直来，来来来，伸直脚，伸直，来伸直，伸直。头、啊、为什么要上去？他头他就会紧张，他头会起来。弯这样子，伸直哦。来，来伸直，来伸直。他现在挺怕啦，又这样子。不要怕哦，放轻松哦。他这一小孔，他可以伸这样子。他这个手这个筋哦，很多。他以前没有这样，他是筋为什么会？这个。他药吃多，然后又在这个地方。
不要怕哈，放轻松，奶奶放轻松哈，不要怕。他听不懂台语。会听。嗯，会听。他讲过比较多哈。嗯。他现在都处于紧绷的状态之下，啊，脚可以收起来，应该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他在这边不像我们以前请二十四小时嘛，那就捧在心上啊。那你现在是，环境都影响你的心情。他这边真的这些吗？真实哦，不要处理哦。这边都没有地方去了，没有地方去都满了。想走路很多，感觉比较远。而且这边主要是那边就有附近。哦，对。要带去附近比较方便。有附近医院。嗯，可以那个就其实去那里方便了，过了街就到。没有，我说附近医院哈，就很糟糕，不然那边都是医院，我可以附近什么都不用跑到什么地方去。真的？嗯，他们去上班，他们那个蛮多。毛多少钱？我这边很高，它环境好，妇幼医院在康定路那一街啊。哦，那我去问问看。我去了好几年前，我跟朋友。他有养护所吗？那不是养护所，是医院。医院你他不符合规定的啦，你一定要是。没有，那都是自费的呢。自费的医院啊，自费的。你不是健保，你的意思说不是健保？那我医院是就说吼，里面附设重安养院就对了。啊，附设安养院。对呀、啊。哦。可是你看，像中校，我都去问过了。里面都是附设超过内。问题是他就是没有床位，像中校都没有。所以你都去照穿，你去参考看看。这个还不错。嗯。你说他们有在做这个附件？啊，那都是医，那都是医院，附设医院啊。楼上是安养院，楼下都是医院。可是我看到他们的那个整套设备了，他们的附件也是你自己要带下来，你人也是要在里面，你没有跑去外面的也有。对啊，问题是你人还是要去啊？他没有这边还单纯吗？但问题是费用的问题这样子。因为我跟朋友去看过，好像蛮不错的。是吗？蛮新的。嗯，是啊，房间都很酸的。嗯。来，伸直，看一下。不要胖。他本来可以伸直，看，后头伸直就收到了。奶奶伸直来，不要胖哈。你的手现在变成这样，你要这样，这个地方要转起来。不要动，好伸直，伸直，对，这才过哎，这才过哎。小声
手指头见喽，手指头，手指头。是不受神经，它不会动的嘛，它没有神经。它刚刚有缩回来。这样。它那个是中风的脚。嗯。嗯。它只会动啊，它只是会动啊。嗯。我有知觉的，会动。来，身体。我身子不要动，不要动来。精神越紧绷就会伸直。硬伸重后的腿它一定会缩的，它的这一条腿容易缩的，没有缩的。嗯。可是，好像这一条比较硬，是不是？它的身比较硬，它比较硬。身心硬的话，要稍微拉一下。来，伸直啊，奶奶伸直的，不要怕哈。不要坐了，伸直了，来，伸直了，伸直，慢慢伸哈，伸直了，来，伸直，伸直了，伸直了，不要多坐哦，不要弯哈，先伸直了，来，伸直了，没伸直，没伸直哈。不要收回去哦，不要弯回去哦，没有，站着就好了。手给你弄，我已经弄得差不多。那只手我来弄。没关系，小心弄啊，你再处理这个地方。不是，因为我处理过，你再处理，这样就比较好。那个我来做第一个的，哎，第一个，因为我不会弄。那这我弄过你，你再弄。小心了，不要踢到他。那个，
来，奶奶，奶奶，听得懂我吗？啊，不要伸直，腿伸直哈，伸直哈，腿伸直哦，不要弯着的，伸直伸直哦。不要怕，不要怕，伸手身上，带你身上。你要不要忘记？先穿上那种东西。伸出来，他就缩回去。来，不要怕，不要怕，伸直哈、哦。来，伸直，腿伸直哈、哦，不要怕哦，伸直哦。我就伸直哈、哦，先盖一些，再盖一些。这个记得让垫上，不要再缩回去。不要怕，来，来，伸直，来来，伸腿伸直，不要怕哈、哦。